the best thing I did, and I want you to know, was letting you in. From that moment I knew that you were all喂，你到咗啦？嗯，你帮我买个扬州炒饭啦。系啊，我阵间2:30有个会要开啊。好，阵间见，拜拜。喂，系啊，我啱啱收工啊。嗯，你留饭俾我啊，我会快翻噶啦。嗯 ，thank you， 好啦，拜拜。Gentlemen, greetings to you all. My name is Willy Wonka. You see, I'm something of a magician. Prepare to be amazed. Tape up. Shure 在3年前推出了他们第一款配备 ANC 主动降噪的无线头戴式耳机，今年他们终于推出了第二代 Shure Ionic 50 Gen 2了，官方售价是3418元。今代在各个方面包括是主动降噪、通话效果和续航力都有升级。想知道实际用落是怎样，值不值得入手，或者应不应该由第一代 upgrade 去第二代，就记得看下去了。在开始之前，先多谢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，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，就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和跟隔壁的钟啦。先看看它的外形，机身采用全黑色铝金属，是哑光无面质地，摸落去挺有质感之余，亦都不会黐手指毛，而且很容易就衬到不同的造型。另外它有个用了人造皮革的加厚耳垫，按下去都非常柔软。我曾经用过一些头戴式耳机，都有试过觉得很夹头和很不舒服的感觉。这个只有 334g 的 Ionic 50 Gen 2， 我自己用了一段时间戴上去不会觉得很重，就算长时间戴住都不会觉得很夹头，整体感觉很舒服和透气。另外会见到大部分的掣都集中在耳机的右边，最顶是一个3段的滑动掣，预设是开 ANC、识 ANC 和转环境模式。用家都可以在 Shure 的 App 度自定，例如是快速转换 ANC Mode 或者是 EQ 设定等等。再下面就有3个实体掣，头尾是用来加减声量，中间有个圆形的就是多功能掣，可以用来控制播歌。再落就会有指示灯和开关掣，最底就是 Type-C 头，给用家插电或者驳落电话电脑度用。透过 USB 连接，仲可以享受到最高32bit、384kHz 音频的 USB High Resolution 模式。跟机都会有条 Type-C 插电线，左边就有个 3.5mm 插口位。Ionic 50 Gen 2有一个特制的 50mm 动圈发声单元。凭住 Shure 10多年做专业音响设备的经验，可以给用家一种专业录音室级数的音色。实际听落，我觉得做得最好的是层次感，不同乐器的层次很分明，人声和乐器声都很平均，不会有其中一样过分抢了感。高频的人声我觉得是有一种很 bright 的感觉。至于 bass 方面，我觉得它不会很重，感觉是比较自然和舒服。如果对音色有特别要求的话，大家都可以去 Shure 的 App 度自己调校 EQ。 另外它都有几多 preset 给用家选，例如是加强低音、加强人声这些，咁啱晒啲对于校 EQ 冇乜概念的朋友啦。Coda 方面比起上代都多了，最高兼容 APTX HD、APTX Adaptive 和 LDAT，
亦都用上 Snapdragon 3技术，保证用家有极致嘅音频体验。降噪方面 ，Aonic 50 Gen 2用咗混合主动降噪技术，透过两个向内同两个向外嘅麦同智能数码技术，可以实时计算同比较到外界环境同耳罩入面嘅声音，咁就可以提供到更加精准嘅降噪效果啦。它一共有四种模式去对应翻唔同嘅环境，分别是温和、中等、最大同全新嘅 Max Aware。咁佢将降噪同环境模式结合，智能消除不必要噪音嘅同时，都会有翻适量嘅环境声，俾用家保持对周围环境嘅感知。有细心留意嘅话，应该会发现头先嘅片段，我喺唔同嘅场景都有听歌，而都有用翻相应嘅 ANC Mode。咁喺条街行紧或者系过马路嘅时候咧，想静静地听歌，但又唔想完全唔知周围发生紧咩事嘅时候，我就会用 Max Aware Mode 啦。咁喺 office 嘅时候唔会太嘈，净系得啲轻微嘅人声同打字声，我就会开轻度。咁如果系好嘈嘅地方，例如系餐厅，我就会用最大。咁而坐紧车嘅时候，我就建议开中度，咁都已经可以阻隔到大部分嘅噪音啦。Aonic 50 Gen 2支援蓝牙 5.0 同多点连接，可以在不同的装置之间切换。好像在片入面咁，我本身咧喺电脑度听紧歌，突然间有人打嚟，我都唔使转任何 setting， 直接就会连接咗我部手机。咁倾完电话又会自动 connect 翻我部电脑继续听歌，咁就非常方便啦。通话方面 ，Aonic 50 Gen 2用咗波速成型麦克风技术同专有嘅自动增益控制 AGC 技术，一共有六个麦，识得自动调整设定，咁去避免翻周围嘅噪音。喺片入面都会见到，无论是室内定系室外讲电话，人声收音都好清楚。咁杂音都唔算好听到，过滤到绝大部分嘅环境噪音。整体嚟讲，通话表现都几唔错。Aonic 50 Gen 2同上一代比多咗个全新嘅功能，就系空间音讯技术啦。Sure 非常之贴心，知道而家好多朋友用耳机已经唔系净系用嚟听歌，仲会煲剧或者系听 podcast。咁所以佢哋就用咗自家开发嘅专用演算法去改变音场嘅阔度同深度，但同时都会保持翻自然嘅感觉。佢一共有三个空间音讯嘅模式，分别系音乐、影院同 podcast。咁音乐模式，我觉得会有种好似置身喺私人音乐会咁舒服又亲切嘅感觉。影院模式就会增强翻低频同拉阔音场嘅效果，咁我自己听落就会有种好似被声音包围住，好似真系喺现场嘅感觉啦。播客模式就会突出翻人声，就好似个主播喺你隔篱同你讲嘢咁。大家都可以因应翻自己嘅需要拣翻适合嘅模，无论用对耳机嚟做咩都好咧，都可以有最好嘅使用体验啦。续航力方面 ，Aonic 50 Gen 2比起上一代延长多一倍咁多，可以足足用到45小时。咁好似我今日咁，全日用住佢听歌睇戏咁耐咧，都净系用咗20%。咁可以成个星期先插一次电都得。另外咧，佢都支援快插，插15分钟就可以再听多5小时啦。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今条片嘅声同之前有啲唔同咧？咁细心嘅你可能已经见到我哋换咗一支新嘅麦啦，就系 Sure 嘅 SM7DB。咁佢系 Sure 一支传奇人声麦 SM7B 嘅全新版本。唔少天王巨星，包括 Michael Jackson 同张敬轩都有用过佢嚟录音。咁用佢录出嚟嘅音色比较温暖，人声非常丰厚扎实。咁佢做咗心形指向性嘅设计，配合埋两种 EQ 模式，就算喺一个冇咁安静嘅环境下，佢都可以帮你尽量将背景嘅杂音分隔开，咁你把声自然就突出好多啦。另外值得留意嘅系，佢本身已经内置咗 preamp， 唔使再特登使笔钱买，成个 setup 简单容易咗，又唔使专登去拣个 preamp 啦。而且佢有一个好阔嘅音频响应范围，无论系 YouTuber、音乐人、DJ 或者系 Podcaster 都一样咁啱用。试用咗一段时间之后，我觉得 Aonic 50 Gen 2除咗有延续翻上代专业录音室级数嘅音色之外，降噪、电量同通话质素各个方面都有明显嘅升级。另外，降噪有四个模式，同空间音讯都有三个模式可以拣，睇得出 Sure 非常之贴心，会照顾晒用家唔同场合嘅需要。咁唔知大家又点睇 Sure 呢一只 Aonic 50 Gen 2咧？欢迎留言话俾我哋知，我哋好快会有新片同大家见面。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揿埋隔篱嘅钟啦，拜拜。